清晨来前往去吊场吧。OK， 很冷。五点多而已，热闹。绕了一圈，发现到这个点不太适合我，因为树溪啊，对，来去保留。有没有来这边？后进溪。水很清呢，侧见。还没看到鱼啊。这都掉线了，靠呀！钓鱼人留下来的垃圾，再跳一次，不见了。选择最容易打龟的模式，路牙。OK， 又喝了网子，不会打鲈鱼吧？呜，你要如此跳，如此跳。
深，靠腰，不丢嘞。现在正要开始聊，不过被召集回家，那里超多人，现在开始在摇，等一下，有机会再来吧。